我叫 Nimra， 中文名叫赵翠儿，今年21岁，是巴基斯坦裔的香港人嚟嘅，喺度土生土长，依家仲读紧书，喺港大读紧English Education Year Three， 都会做 part time 嘅。拳馆嗰边做紧接待员啦 ，receptionist， 跟住喺一间服务少数族裔嘅社区中心度做紧 program worker。我嫲嫲系香港人嚟嘅，咁佢都姓赵嘅，叫赵婉儿，所以我哋大家都姓赵。我觉得自己系香港人嚟嘅，第一冇乜翻过去巴基斯坦啦，同埋第二喺度土生土长住咗咁多年，都觉得即系有 emotional attachment 咯。我哋七家人嚟嘅，妈咪、爸爸，跟住我哋五兄弟姊妹。我爷爷好后生嗰时嚟香港赚钱，咁娶咗我嫲嫲，系香港人嚟嘅，应该都系经济原因啦。可能呢度嘅环境都好好，同埋喺度谂住即系 future 都会 stable 啲，所以就喺度 settle 咗。平时都会讲翻广东话嘅，但系都好多时候都唔识得点讲，我就会讲翻英文咯，或者可能用翻啲手势咁样。親戚，因為我所有親戚都在巴基斯坦度有去過，好細個即係 BB 嗰陣時去過一次，跟住小五嗰陣時去過一次，已經差唔多十年冇去過，所以其實都冇乜印象，同埋都冇乜掛住去巴基斯坦，但係都會想 travel 下，想成個巴基斯坦都 travel， 因為好似好話嗰度啲 landscape 幾靚嘅，咁可能全部都想 visit 下。都因为喺度土生土长，所以其实冇话特别有咩中意或者唔中意，惯咗住喺度，几方便啦个地方，同埋系咯惯咗喺度，中意讲广东话。我细个嗰阵时好中意讲嘢嘅，咁细个嗰阵时因为全部都系 local 朋友嚟嘅，所以其实都要学好广东话先可以同佢哋沟通到。咁嗰阵时就学咗广东话咯。active 啲咯，即係可能如果小朋友嘅話，咁佢哋都可以繼續讀書噶嘛。但係可能成人嘅話，咁可以 actively participate 唔同 classes 啊。好似我哋社區中心都會有舉行好多唔同嘅 Chinese class 啊、interest class， 咁可能自己主動啲。廣東話定係英文？廣東話。Link Center 定 Fitness Center？ Link Center。Facebook 定 IG？IG。K-pop star 定 Pakistan star？K-pop star。Bubble tea 定系 mango 律师 ？mango 律师。McDonald 定系 steam fish？ 麦当劳。好，第一条，请写出你嘅中文名。是啱嘅，请画出你最中意食嘅食物。我最中意食咩啊？呢个似咩？呢個是橙嚟嘅，pizza。哦，係 pizza。好。OK， 請畫出你最中意嘅卡通人物。这个是魔法小米露的主角。好。可能读了这个 Bachelor Degree 之后会出来教翻书，或者可能去不同地方 volunteer， 可能都会去翻 developing countries 咯。要多谢的人有很多啦，第一我妈咪爸爸啦，
咁其實第一，因為佢哋可能嘅即係本身佢哋係 orthodox thinking 嘅，即係可能好 backward 嘅，好 conservative 嘅。但係因為住咗喺度，佢都知道我哋可能我哋嘅 thinking 啊 perspective 全部都唔一樣，咁佢都會好 understanding 咁樣啦。第二，同埋佢都好辛苦咗好多照顧我哋五兄弟姊妹。咁之後可能小學嘅班主任啊，中學嘅physics 老師啊，同埋畢業學之後我嘅 social worker 啊，佢大家都幫咗好多，甚至我而家做緊兩個 part time 嘅同事都好 nice。I think 如果你想改變個世界 ，you should start from yourself。咁individually，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要第一open mind 先啦。咁佢哋應該要change their attitude 啊、mindset 啊、intentions 啊。咁 when they change， 即係我哋自己 change 嘅話，咁之後 like we can expect from others as well。